question for Chris is, you used to play in junior NBA in 2005. Yeah. Can you share with your basketball story with us and what experience you want to bring to the children? Yeah. 这个因为我2005年的时候，其实就是咱们这个青少年 NBA 的一个参与者之一，然后当然就是现在的junior NBA。当时其实就是对我自己帮助很大，因为通过这个项目可以说是第一次接触到了真正的一个很专业的一个篮球体系里面去，能够参加比赛啊，参加训练，有这个训练师帮你训练，有很正规的比赛，然后帮你安排好每一步。然后有一些奖励啊，然后有这样很多的机会，我觉得对于这个青少年来说是特别难得的。因为在小的时候，除非你是非常专业的这种专业队之外，其实你很难有机会得到很系统的一个训练跟一个比赛的上场的机会。所以其实这整个junior NBA 这个 program 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现在也确实是觉得希望能够尽我自己的这个能力去帮助这个项目在国内呢，然后包括明之点能够越来越好。那希望确实是能够让更多的青少年朋友能够了解这项运动，接触这项运动，并且有这个更多的机会能够在这项篮球里面去发展自己的这些特长，然后包括能够传递这个精神吧。因为我觉得篮球这个运动确实是一个能够让这个青少年更加有自信心啊，更加懂得团队合作的一项运动。所以确实作为这个 leadership council， 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就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帮助这个项目越来越好。We're honored too. Yeah.